大仙的會名啦，睇間260尺嘅一房，現時市場份賣緊咧大概400多萬，即係呢類型嘅一房，我哋入嚟睇一睇。入門有個玄關位，然後呢度就收埋咗佢嘅雪櫃、微波爐，上面仲有個電箱嘅，然後成間屋基本上就一眼睇曬。呢度有個一字型嘅廚房啦，咁好奇嚟嘅。工作嘅台面係一定唔夠，但係麻雀雖少，五臟俱全，同埋佢洗嘢都幾方便。有一個好大嘅蒸槽同埋伸縮水龍頭啦，下面就有啲儲物櫃啦，仲有啲洗衣機。基本上呢個就擺個食飯台、sofa， 仲有啲大窗望出去景觀嘅。呢度有个细细地嘅浴室位啦，然后呢边就是一个睡房。睡房嘅摆位你可以简单摆张床，或者利用3.5米嘅楼底做个角楼都 OK。咁似呢啲单位，现时呢个楼盘卖紧咧，大概400多万就有嘅。你觉得发展商有冇卖贵到？